今集会讲下香港第一份免费日报《都市日报》，仲会回顾今年嘅电影市道，同埋展望圣诞黄金档期。读书人陈家上介绍李敖近作《第一流人的境界》，亦会探讨第二份数码地面广播资讯文件。最后带大家睇下新奇嘅公共艺术品。欢迎收睇《传媒春秋》，毛孟静啊，咁啊，总理温家宝出访美加，得到美国总统布殊公开表态，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台湾现状嘅决定，可以解读为不同意台独。温总咧就视之为佢此行嘅成功，咁而佢喺美国塑造嘅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嘅新形象咧，真系令人耳目一新嘅。咁尤其系充满咗文人的感情。佢先后引用过嘅古今诗人咧，可以好容易考起啲年轻记者嗱，分别有余光中、艾青、孟郊同埋郑板桥，充满忧国忧民嘅情怀。咁而喺哈佛大学嘅场演讲咧，就更加显得佢突出嘅。咁除咗冷静面对藏独示威者之外，佢嗰篇演词咧，亦都提及一再地提及以前领导人好少讲嘅中国的困难同埋不足。温总仲多番强调咧，要建设一个除咗富强，仲有民主同埋文明嘅现代化中国，亦都系好多人嘅愿望啊！咁跟住落嚟，我哋睇睇一份唔需要钱买嘅报纸。朝早翻工翻学嘅繁忙时间，喺地铁沿线同埋一啲人流密集嘅地方，都可以攞到呢一份免费报纸。睇咗啲免费报纸，会唔会唔买报纸睇啊？都少咗，點解咧？嚇，慳到你慳啊嘛，立一立嘅啫，其實都係。咁再睇翻我自己平時買開嗰啲報紙咯。我唔係咁多時間睇咁多嘢，咁我搭車嘅時候呢份報紙個 content 夠㗎啦。內容都唔係咁夠咯，即係報紙多嘢睇啲咯，始終都係。由國際報業集團 Metro International SA 營運嘅《都市日報》係香港第一份免費日報。去年四月开始发行，根据香港出版销售公证会的报业销量统计数字，他们今年六月的平均发行量超过31万，成为全港发行量第三大的报章。而在同一个调查里面，另外五份香港报纸的发行量在他出版之后都有下跌的情况，两者之间有没有直接关系呢？我不敢说绝对没有关系，但是刚才我说的就是其实这个是全球一个趋势，因為年青上班嗰班咧，其實真係唔係咁想睇報紙，因為佢哋嘅時間可能用咗去第二方面，可能去上網得到一啲消息啊。其實我哋培養一班年青人咧，佢哋去睇報紙嘅習慣。要吸引年輕人上班一族翻工途中睇報紙，報紙嘅版面同埋內容就要做到同傳統報紙有分別。不單止要採用小報開到，方便讀者喺車廂閱讀，仲要預埋讀者喺大約20分鐘嘅車程之內睇完成份報紙。於是記者在寫稿的時候就跟一般報紙有很大分別。另外不同可以說就是說那個簡潔度，就是最短的字數可以說到最多的東西就最好，還有交代的事件是主要是事實的本身，就不會很多 comment 或者其他。好像這宗有關國際人權日的新聞，都市日報的記者就只是用了200多字交代。而除了文稿要簡潔之外，這份日報的另外一個特色就是不設社論。全球的 Metro 都是不設社論的，那沒有社論的原因是我想我們報紙本身那個構思的時候呢，是強調是我們一個所謂，即是我套用我們總公司那個說法呢，是一個 newspaper 不是一個 viewspaper， 即是說一個主要給新聞給資訊讀者看的，就不是灌輸一些意見啊一些看法給讀者的。另外，《都市日報》會主動同其他雜誌、電台合作，引用人哋嘅內容，盡量精簡報館嘅人手編制。編採部有20多人到啦，我哋要求同事咧係所謂一條龍嘅，基本上佢咩都要識做嘅，由出去採訪、翻嚟寫稿、排版。同其他報館有個最大分別就係，因為佢哋機構比較大啦，咁佢哋個分工比較精細嘅。咁講求人事精簡同嚴格控制成本，原因係作為一份免費派發嘅報紙。唯一的收入就只有广告。都市日报由最初的24版发展到现在有50多版，当中大约一半是广告。都市日报占整体报纸的广告收益市场大概3-4%，但是其实它的增长就很可观的。都市日报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是在地铁里面派，所以它的目标读者是搭地铁的人，
咁呢個群讀者其實係好清晰嘅，就係即係一啲即係中產啊、上班一族啊咁為主咯嚇。咁所以其實對於我哋廣告客户嚟講咧，其實即係有一個幾清晰嘅目標讀者咯。雖然上半年香港經濟飽受沙士打擊，但係《都市日報》仍然喺六月份錄得首次盈利。其實當1995年 Metro 喺瑞典發行第一份免費報紙之後，喺八年間已經發展成為全球最大嘅免費報業集團，喺16個國家發行共29份報紙。Metro International SA 集團主席十月嚟到香港嘅時候，亦都表示香港嘅經驗係成功嘅。不過佢哋嘅出現會或多或少影響收費報章同埋行內從業員，所以喺工會力量強大嘅法國，曾經被干擾出版。So we started to print a newspaper in Luxembourg, and then actually smuggling the newspaper in Paris every night. They destroyed 3 big lorries. They had 800 people during 4 weeks. We had unfortunately to send average 5 people to hospital every morning. But again, media is a very challenging industry, and so this has been our experience. Then coming to Hong Kong.Listen, guys. This has been a walk in the park. 免費派發嘅小報逐漸威脅傳統嘅收費報紙，可以話係全球嘅現象。就連美國嘅老牌大報《華盛頓郵報》都利用既有嘅資源，喺4個月前推出免費小報 Express， 喺地鐵派俾上班一族，企圖挽回年輕嘅讀者群。而面對報紙整體銷量下跌嘅情況，美國報業嘅經驗對香港收費報紙嚟講，可能會係一個啟示。短小精悍可以话系呢份报纸嘅强项，亦都适合而家咧急速嘅时代节奏吓。啊，会唔会有人跟风入市咧？咁香港人做生意咧都几兴跟风噶，会有一啲吓绝世好巧咧就一齐用到尽。你讲紧啲电影续集啦，哇！睇下今年嘅圣诞黄金档期嘅戏码，步步都熟口熟面，似系旧年嘅翻版。不咪话，今年全年市道咧又真系好过旧年嘅，电影游标。又是年尾准备总结票房的时候，各电影公司在这个年度最后的黄金档期，当然希望可以争取最好的成绩。看看这戏吸不吸引人，如果吸引人的三至四套都会看卡通片。电影名正式上画，电影的宣传攻势已经斗过不亦乐乎，有电影更一次过一气呵成连播1、2、3集，更有外语片将会在同日全世界同步播放，希望建立声势，在这个黄金档期分一杯羹。今年的片种都算是很多元化，有打有笑之外，亦有温情小品，而最瞩目的仍然是去年创出旧市纪录的这一部。而圣诞档期不少得的是一些爱情剧，其中两套的主角都是杨千嬅，又再一次出現自己打自己的情況。我女兒看不到東西的。不過這個聖誕仍然是續集的天下，好像有《無間道三》《終極無間》《禁忌二》《魔戒三》續集，可能我看過了，有一則看過，二則呢又一直想延續下去，想追了。我覺得第一集會看第二集，通常都會无论是港产片抑或是外语片，近几年续集亦成为了主打电影。好像《无间道》咁，由第一集推出到第三集，只是短短一年的时间。影评人单志文就认为，电影人除了说要用尽自己发掘出来的题材之外，还同不想冒险有关。香港人其实创作人都是的，就是看不到未来。如果我们看到未来是一个很开阔，即係好健康嘅未來咧，其實我諗我哋唔會咁做咯嚇。呢個係一個香港好即係影業入邊好獨特嘅生態，就係真係好擔心，即係對未來其實唔係太有把握。而影評人馮若子就將今年嘅電影分為兩段時間，頭半年嘅電影承接咗2002年落嚟較受女性歡迎嘅愛情喜劇，但到咗後半年就轉變為剛陽味較重嘅電影。前半年咧就係仲係屬於呢一個女人的愛情喜劇的天下的，那些女人的愛情喜劇其實最主要的市場就是給一些白領的女觀眾是可以在看電影的時候找到一個代入位去看的。在02年的聖誕出現了《無間道》的時候，那就變成 有一批
男人戲可以回應到《無間道》咯。真要死過啊！我得你个王八，埋单！睇翻本地嘅电影，当中有唔少题材冷门而且好有个性嘅电影。就算你点睇《无间道》都好啦，即系系一部好商业嘅电影，但系其实都系一部好有个性嘅电影嚟嘅。即系佢个魅力在于佢嗰种对佢自己个性信任嗰种坚持嘅。咁另一个好有个性嘅电影，我相信系《大只佬》吓。即系呢个电影，我唔相信，我亦都绝对冇谂过咧，佢可以喺市场上面收咁高嘅票房，證明其實觀眾咧，第一就係接受一啲咧，其實幾有個性，而且係幾另類嘅戲。總括2003年嘅港產片，兩位影評人都覺得喺質量方面都有改變，少咗一啲流於脱離現實嘅題材，取而代之嘅係同社會緊扣嘅主題。電影人希望透過佢哋嘅電影，反映佢哋對香港、對世界嘅觀感。而近年出色嘅電影，好多亦为香港嘅现状做咗注脚。翻返嚟传媒春秋，政府咧就最近推出香港数码地面广播嘅第二次咨询文件，咁勾画出香港将来嘅数码广播发展。嗱，文件建议由2006年开始，香港嘅电视就用数码广播，到时每一个经营者咧都会有几个频道，而观众咧就会多好多选择，同埋可以享受到更高嘅画面质素。啊，呢、這个电视台已经准备好投入新嘅竞争未呢？你又估使唔使换电视机啊？搁置咗三年嘅数码地面广播计划，最近重新摆上议程。上星期，政府推出数码地面广播第二份咨询文件，稍为修改咗第一份咨询文件嘅内容。今次政府建议发出五条数码频道，其中一条预留俾无线同亚视共用，其余四条会作公开竞投，预计总共可以容纳16个台嘅节目。政府期望最迟喺2006年推行。不过由于数码年代的来临，意味着免费电视市场将会大幅度开放，怎样说服现有经营者配合是一个难题。在政府发出第一份咨询文件的时候，亚视和无线就曾经强烈反对政府属意较多国家采用的欧洲广播制式，理由是当时内地还未决定采用什么制式，担心日后衔接不到会影响他们打入内地市场的机会。如今三年过后，内地仍然未有最后定案，政府就决定不再等，维持原建议用欧洲制式，但是就留有一线，只要符合政府的准则，营办商可以自行决定用什么制式。现在我们这个设计呢，就是一方面我们可以给到现有那些广播机构呢可以继续去等下去啦，等中国的制式啦。另一方面我们亦都是开了道门，新的投资者呢是可以呢，是如果他觉得那个市场 是有在度的话呢，可以尽快推出的服务，那是不是两全其美呢？对于政府的建议，无线和亚视发表了联合声明，重申应该先深入了解内地制式的标准，才决定本港的制式。而在第一次咨询的时候，两个台已经提出，若果香港和内地采用同一制式，内地由于大量生产，有关产品的价钱会便宜一些，而香港研发的多媒体应用市场亦会大很多。推行数码广播，除了可以引入竞争，等消费者有多些选择之外，还可以改善画面质素和接收能力，似乎好处多多。不过因为新科技要用新电视机接收，或者加机顶盒，即使在外国数码广播推行了几年，渗透率依然偏低。因为旧 system 和新 system 都用得，那些人家电视 又买了又 work 紧，那无端端就没有特别去 reason 去买个新的 system。尤其是当一个新的产品新推出的时候，那些机顶盒通常会比较贵。而且可能第一代产品有时质素始终都没有第二、第三代那么好的。咁所以啲人好可能會等遲少少，價錢又平啲又靚啲嗰陣時咧，先至買。同樣情況亦發生喺電台廣播，由於數碼收音機售價依然偏高，數碼聲頻廣播嘅推行仍然未有時間表。睇嚟要數碼廣播真正普及化，
相信仲要等多一段日子。政府亦都建議話喺2006年開始咗數碼廣播之後嘅5年咧，又或者係已經有50%人係接收緊數碼廣播咧，就可以全面推行啦。即係話咧，最遲2011年就會考慮是否全面停止現時嘅電視廣播模式啦。咁即係一個新時代嘅開始嚇，會唔會有新人物嘅出現呢？讀書人陳家常都係咁問。2003年的香港发生了很多事，有人说我们会有一个新的局面出现，有很多人都在等着我们什么新的英雄出来带我们去一个新的方向，我自己看不到，不过我心目中有一个英雄，可惜不在香港，在台湾，他叫李敖。李敖他是一位在台湾50年的中国作家，一直在写着一些推动民主、推动法治、推动人民精神的东西。在国民党时期他反国民党，民进党当他是老大哥，但后来的时候他继续反民进党，50年来他几次被人拉入监里面，他被人禁了96本书，他依然发出声音。有60万人，什么原因？就是知道你的大陆政策是不切实际的。有人话佢系癫嘅，有人话李敖冇亲戚朋友，但事实系李敖50年来都不变。每当佢见到一个政府腐败嘅时候，佢会予以声讨；见到唔公平嘅事，佢会闹。他不理你是亲疏朋友，总之错的他就要留。我要介绍李敖的一本书是叫做《第一流人的境界》，因为很喜欢闹人的李敖在这本书里面很少数地赞了一些人。追求真理、追求自由、追求民主和追求理想的人，在追求的过程中，第一心理准备不应该是成功，而是牺牲。在古往今来的伟人中，我觉得最能够把握住正确的心理准备的是圣雄甘地。我想李敖为什么会称赞甘地，很大原因是他跟甘地都一样坐监，而他们都是知识分子，虽然非暴力，虽然用知识去对抗强权，他只是会好像知识分子地告诉你，我未必救到你哋，但谂我哋，我愿意牺牲。李敖身体力行咁样做到，甘地都身体力行咁做到。第一流嘅人会受辱，会含冤，会受谤，会遭非常之变，不动于色，会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因为佢志趣高迈，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如果用李敖的第一流人的境界来做一个标准的话，去看我们香港，我们会发觉我们有很多第一流的医务人员，不怕牺牲，紧守自己的岗位。我们的律师不怕牺牲了他们的金饭碗、铁饭碗，不怕得罪一些权贵又没有生意做，够胆行出来告诉大家听法律上的问题。但偏偏就沒有第一流的政客。明年我們將會面對很多人選的問題，我們需要什麼人才，我們怎樣去選擇，或者看看第一流人的境界，你可以分辨得到究竟我們選擇的是不是第一流人。聖誕節又到了，楊吉曬，今年市道幾好喎、啊，咁咪好啦，過節都開心啲嘛。不過呢段時間咧，傳媒中人嘅心都係放唔低嘅。嗱，又要等緊個政制改革時間表幾時出籠啦？咁啊，打定一下1月份董生嘅施政報告嘅內容啦。咪仲要咧留意小鱷魚嚇、
在节目结束之前跟大家看一些街头展览，下星期再见，拜拜，拜拜。这两座摆在唐厂街的一男一女雕塑叫做城市影子，是英国泡泡艺术大师 Alan Jones 的最新作品。Alan Jones 一向以流行文化作为创作概念，擅长用鲜艳颜色突出雕塑形态。今次他用红黄两种颜色表现城市明快生活节奏，人物仿佛由一张纸走出来，充满澎湃活力。对于这一类公共艺术品，繁忙的香港人又怎么看呢？刚才我很远呢走到那边望到，就觉得很吸引，很漂亮，还有很突出咯。relax 啲咯，冇咁緊張咯，係啊，翻工嗰時見到好似即係都 OK 咯，幾特別咯，好似個活動咁樣咧，走緊出去咁樣咯，唔錯啊。大型雕塑可以美化城市，小型藝術品可以增添生活情趣。好似呢一啲由本地年轻艺术家同一啲中学生设计嘅新奇帽子，你有冇兴趣试戴呢？